你在学习怎么样刷油漆啊？你学会了吗？只剩下一刷。你要不要看看马柳叔叔是怎么刷的？嗯，可是你不要去碰到它啊！你看，马柳叔叔是这样刷的啊。你不要去碰到人家还没有干的地方哦。好，那你可以去刷绿色墙壁。Hi, Mario. Hi, Mario. Hi, Greg. You 现在会刷了没有？